再来看到深受消费者信赖的信誉品牌调查，2024年得奖名单出炉了。日系家电荣获了业界最多六奖白金座，同时连续5年都拿到5白金殊荣的家电厂商，一路走来26年获奖，总奖累计高达了185项。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手中一口气拿下了13座信誉品牌奖，2024年摘下6座白金奖，外加7座金奖，连续26年累积185项的奖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首度在家电售后服务与直销维修中心品项获得白金级的肯定，斩获业界最多6座奖，同时也是连续5年拿到5白金殊荣的家电厂商。这份荣耀来自消费者对于品牌的长期信赖，将消费者的需求摆第一，开发更智慧、健康、便利的商品外，同时也相当注重消费者的使用经验与售后服务，同时也对台湾环境做出贡献。我们除了不断精进研发技术，开发更智慧节能的商品外，更积极落实减碳目标，发展再生能源，打造绿色工厂，让永续不再是未来事，而是现在进行式。在忙碌物价飙涨年代，深耕台湾超过一甲子，布局永续绿色行动之外，知名德国 GFK 饲料公司发表了2023年台湾市场销售调查中，高达8项的产品夺冠，从软硬实力到品质，用最贴近的需求，实实在在赢得消费者的心。